这两台都是无锁的 13PM， 目前128和256就差200块，别再去选什么128了，根本就不够用。来给你们先看一下现在同行还在卖多少哈， 128G 和 256G 的差价，128的话同行再出4999， 256的话再出5399，足足有400块的一个差价。但是在小杨这里 128G 无锁的4799，而 256G 大内存的同样也不到5000，我们直接4999出了。量级层次的话可能会贵一点哈，当然这两个内存的 13PM 性价比已经是非常高了，但是小杨还是劝你别再考虑 128G 内存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游戏跟应用动辄都是十几个 GB， 如果说再存点照片以及学习资料， 128G 啊根本就不够用。如果考虑长久使用的话，那么 256G 内存的话肯定要比 128G 的要更加耐用些，不然如果说真选择 128G 到时候不够用的话，还得要通过删除来缓解卡顿，说白了真的是强弩之末啊。更何况128和256本身就差200块钱。再说回这个 13PM 这个机器啊，作为首款支持高刷的 iPhone 旗舰，搭载的是满血的 A15 处理器，运行内存有6个 GB， 所以说再用个3-5年都没什么毛病，目前已经被不少钉子户誉为下一代神机了。所以你现在还在问我 13PM 128和256到底选哪个好，就差200你自己体会吧。